中国和印度加码购买俄罗斯石油。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和印度在2022年第二季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与第一季度相比增加了1100万吨，他们对俄罗斯石油的付款增加了90亿美元。最大的数量增长来自印度，印度进口的俄罗斯石油从第一季度的0.66亿吨跃升至第二季度的8.42亿吨。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俄罗斯原油的一个重要买家，他在今年五月每天购买200万桶俄罗斯原油，与一月和二月相比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每天增加0.2到0.4万桶。卡内基国际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Alexander Gabu 说，印度和中国正在充分利用市场上的机会，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想要帮助普京，这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最大利益的一种务实的做法。当俄罗斯对欧洲的出口被削减时，中国和印度增加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，事实上为普京创造了现金流。